可是我是喝水喝很多的那种，我一天至少4000，我还除了什么咖啡喝汤，我就4000cc 的水，所以我觉得尿道炎应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可是有一次是好像是跟我老公吵架，然后吵到我很气，我就是很气，气的反正我老公吵完就走了，我心中一直很气很气很气，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去尿尿，发现我回头一看，整个一盆血尿，我真的有吓到，然后我也有回想我有没有吃火龙果，但那是冬天没有火龙果，我没有吃，我确定没有，所以一盆血尿我有吓到，可是那时候也没心情看医生，就是很气。后来我就在想，大家都说过要吃蔓越莓，以前我有朋友怎么他们就说哦蔓越莓什么，我想到其实我家有那时候在购物台厂商都会给蔓越莓那种粉，就说日常保养，那我想说我都已经一盆血尿了，那我就弄个3包，平常保养1包来喝一喝，我就用个3包，然后泡了大概1000cc 的水，就把1000cc 的水喝掉，可是还真的喝完之后，那就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血尿，然后喝完之后再上厕所就好了。